Debbie Monster 近日一起出现在机场，准备飞往日本举办活动，其中就有粉丝分享了和雅轩的中文对话。当得知粉丝丢失护照时，雅轩马上就关心起了粉丝呢。上不了飞机了，为什么？他护照丢了。哦，那边好小，好好看啊！护照丢了怎么办啊？不知道，护照。我们去上海。飞矿吗？哦，去玩耍。去看飞矿。而雅轩在机场时因看见许多粉丝，结果出现了超多的小表情，慌张又疑惑的模样，简直新人美满满呢。